大家好，我是台湾民众党北中西区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江明忠。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还有新丰区的议员参选人江国民。那台湾民众党今年是第一次参与我们2022的议员选举，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我的政见的部分在政见的核心是步行城市，我希望在有机会当选议员之后，我可以让我们台南市的历史街区可以变得更好走，可以让观光客好好的走在街上，也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好好的用走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市场，以及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去上课。那我们希望在我有机会当选议员的时候，可以争取这样的一个改变，以及我们台南很多的公园它都有设置一个游戏场，但是我们的游戏场都是罐头游具居多。那我们希望在年底的选举之后，我们有机会进入到议会，我们去争取让台南有更多的特色公园，以及台南的交通事故它其实数量一直是全国最多，就是全国死伤最多的情况。那我们希望在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透过科技的方式去监督，让我们的交通事故的比率可以好好的下降，避免有更多的死伤发生。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是台南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还有新丰区的议员参选人江国民。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把票投给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那我们台湾民众党今年是第一次参与议员的选举，那在柯文哲创立了台湾民众党之后，我们努力的在立法院争取很多的表现，那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表现带到我们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市政府，让我们的市政城市可以更加的进步。那我在这次参选，我有一个主要的政见叫做步行城市，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部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学校，也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市场逛，而不用每次都要靠机车或者透过交通工具的方式。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方式也可以减少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好，我们希望在台南也可以透过步行城市让整个城市的活力发展更蓬勃，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在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也就是柯文哲所创立的台湾民众党。那过去在台湾民众党在立法院已经做了很多监督的工作，那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强力的监督带到我们台南市台南市议会里面，好好的监督市政府，好好的监督市政，让我们的城市可以更加的进步。那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那我的政见有一个很主要的重点叫做步行城市，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方式，让观光客、让长辈、让孩子都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更蓬勃，也可以让我们的交通更加的安全。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的交通事故它的比率死伤的比率是全国最高，那我们希望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的时候，好好改善这个问题，避免交通事故的一再发生。以及在台南，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台南对孩子的环境不够重视。那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希望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我要好好的监督政府，监督市府，让我们的环境可以对孩子更加友善。
那希望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希望争取更多的幼儿园的设施，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亲子友善空间可以更加的建立。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是台。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就是柯文哲所创立的台湾民众党。那我们台湾民众党在创立以来，已经在立法院做了很多的监督工作。那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与议员的选举，我们希望把这样监督的力量带到台南来。那我们在年底选举如果有机会进入到议会，那我们希望好好的监督市政，让台南可以更加的进步。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我们今年在年底的选举，我们推出了六位的参选人，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那我自己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那我们在年底的选举，我的政见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方式，让整个台南的路变得更好走，让小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让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市场，走到他需要去的地方，也可以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用走的方式走在路上，他不再需要租更多的车子，让我们的交通问题可以获得改善。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比率一直是全国最高，那我们希望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的时候，好好监督市府，有效的去改善整个台南的一个交通环境。在台南，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很多的市集，有很多的庙会。那我们希望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像日本京都一样的做法，让整个台南的庙会素质可以更加的提升，让市场的更新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在今年年底选举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是台南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还有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台湾民众党参与议员的选举。那过去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之后，做了很多的监督工作，我们在立法院每个立委的表现都是非常的优良。那我们希望将这样优良的表现带到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市府，让我们的台南可以更加的进步。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那我的政见有一个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更多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到市场，去到他需要去的地方。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在台南有更好的一个步行环境，让我们的观光客到台南来，他不需要再租车子就可以做各种的观光。我们透过步行城市的发展，我们也可以避免更多的交通事故发生。那我们都知道在台南交通事故死伤的比率是全国最高，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推广，可以有效的降低在台南交通事故死伤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更加蓬勃的发展。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争取进入到立法院，我们的五位立委在立法院都有很多优秀的表现，那我们希望将这样优秀的表现可以带到台南来，所以我们这一次年底的议员选举，我们推出了六位议员参选人，那我们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的参选人。那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我的政见有一个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那我的步行城市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方式，应该是，对啊，那不简单，对。我的步行程式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程式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市场。那我们的步行程式的部分也可以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进我们的历史街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观光的发展，它也可以让我们的交通事故比率有效的降低。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是全国最高，那我们希望在步行城市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整个交通事故死伤的情况，让我们的台南可以更加的进步，然后我们的死伤的部分也可以有效的降低。那台南的部分，其实如果你去看资料，我们台南的小孩子的人口是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台南对于孩子的环境不够友善。如果有机会江明忠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我们要争取更友善的一个亲子环境，我们要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我们希望让台南可以更对于孩子的成长更加的友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带着孩子回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那我们台南有非常多的市场，有非常多的庙会，那我们希望在台北有很多的一个市场改造的经验，柯文哲在台北市场改造的经验，我们希望将这样的改造经验带来到台南，希望在台南我们可以促成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我们可以监督市府去做更多的市场的改造，去让我们的庙会提升变成一个嘉年华会，我们可以参考日本京都的做法，让我们的台南有更好的一个庙会，有一个庙会的环境以及市场的环境，让我们的经济也可以更加蓬勃的发展。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是台南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还有新丰区的议员参选人江国民，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选举，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我们已经争取进入到立法院，我们的五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我们希望将这样优秀的表现带入到台南来，希望我们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做一个最强而有力的在野党，好好的监督市府，让台南可以市政更加进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这一次选举的政见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那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
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进我们的历史街区，让我们的台南经济更加的发展，也让我们台南的交通事故比率可以更加的降低。我们都知道，台南交通事故的发生比率是全国最高，我们的台南交通事故死伤全国最高。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希望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做好监督工作，让台南的交通事故比率有效的降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在年底的选举，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下班快乐。那我们今天是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我们是台湾民众党，也就是柯文哲所创立的台湾民众党。那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蒋敏忠，在我旁边的是永康区议员参选人蒋敏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有机会走入到立法院。我们的五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那么希望可以把台北市柯文哲的表现，以及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有机会把他们的精神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小心小心。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蒋敏忠。那我这一次参选，我的政见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观光。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解决台南交通事故死伤持续居高不下的问题。台南是全国我们交通事故死伤最多的一个城市，我们每年都有数千人，不管是因为交通事故的部分，在道路上发生死伤的情况。那我们希望在步行城市的推广，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的交通事故死伤，也可以让我们的台南经济发展更加蓬勃。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蒋敏忠，在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的议员参选人江国民，还有我们永康区的议员参选人蒋敏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议员选举，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那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我们已经有机会走入到立法院。我们的五位立法委员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做了非常有力的监督。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监督的力量带到我们台南来，有效的监督台南市政，让我们的台南可以更加的进步，更加的发展。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蒋敏忠。我这一次参与议员选举，主要的政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蒋敏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可以去逛市场，可以去逛街。
乡民中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更多观光客可以走在历史街区。透过步行城市的推广，我们可以让步行的环境更加的友善。步行城市的推广可以让我们的交通事故死伤有效的降低。步行城市的推广也可以让台南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希望大家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南的孩子越来越少，那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我们的亲子友善的环境不够友善。那我们希望在年底的选举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我们要监督市府，让亲子的友善的环境可以有效的提升。那我们希望在台南可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那我们也希望台南。大家好，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旁边的还有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议员选举，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做了很多的监督工作，那我们的五位的立委在立法院都做了很好的监督，那我们希望将这样监督的力量、监督的精神带到我们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市政府，让我们的台南可以更加的发展、更加的进步。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我这一次参选主要的政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乡民中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乡民中的步行城市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乡民中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入我们的历史街区。乡民中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台南经济更加的发展。乡民中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交通事故死伤有效的降低。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一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我们希望有机会透过步行城市的推广，降低我们交通事故死伤的比例，让我们的台南经济也可以更加的发展。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南的孩子越来越少，那我们会发现是我们的亲子友善环境越来越糟。那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希望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好好的我们监督我们的市政府去改善我们的亲子友善环境。我要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我要争取更多的公幼公托，让我们的亲子友善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希望大家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新丰区的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的议员参选人江品聪。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选举是请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有机会走入到立法院，我们的五位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把立法院的一些经验、优秀的表现带到我们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
这一次参选，我的政见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层次。嘉义州的步行层次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嘉义州的步行层次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市场，走到街上去逛街。嘉义州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更多观光客可以走入历史街区。嘉义州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嘉义州的步行城市也可以让我们的交通事故死伤有效的降低。希望大家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南的孩子其实已经越来越少，那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希望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市府，改善我们亲子友善的环境。我希望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我希望争取更多的公幼公托，让我们的台南亲子友善不再是口号。希望大家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先进的工作，我们有机会进入到立法院，我们的五位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在把台北把立法院这样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我的这一次参选主要的政见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市场、去逛街。嘉义州的步行城市是希望减少我们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嘉义州的步行城市也是希望让我们的更多观光客可以走入到我们的历史街区。嘉义州的步行城市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交通事故死伤的问题。嘉义州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台南经济发展更加蓬勃。希望大家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在台南，我们的孩子是越来越少，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台南亲子友善的环境是越来越糟。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希望有机会走入到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市府，改善我们的台南亲子友善环境。我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我要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嘉义州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我要争取更多公幼公托。我们希望台南的亲子环境可以更加的改善，让我们的台南可以有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年轻人带着孩子回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忠。今天我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做了很多进步的工作，
我们在立法院的五位立委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把立法院那边表现优良的一个精神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我这一次参选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入我们的历史街区，江明忠的历史观光，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台南观光更加发展，经济发展更加蓬勃，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交通事故史上有效的降低，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选举请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做了非常多进步的工作，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将台北将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选我有一个主要的政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市场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有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进历史街区，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更加降低，在台南每年交通事故死伤的比率都是全国最高，这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这样一个概念去减少我们道路上的交通事故死伤，让我们可以避免更多的家庭去承受这样一个事故死伤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在台南我们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那我们的亲子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差，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希望争取进入到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我们市政府改善我们亲子友善的环境，我希望争取可以更多的特色公园，我希望争取可以更多的公幼公托，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中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今天我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选举，请大家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做了很多优秀的表现，我们进入到立法院有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把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我们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选我有一个政见的重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
阳明庄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用走路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阳明庄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入到历史街区。阳明庄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台南经济发展更加蓬勃。阳明庄的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交通事故死伤有效降低，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南孩子数量是越来越少，我们亲子友善的环境急需改善。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希望有机会在年底的选举之后进入台南市议会，好好的监督我们市政府改善我们亲子友善的环境。我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我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公幼公托，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旁边的还有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鼎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请大家在年底的选举一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立委都表现得非常优秀，我们希望将台北、将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请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选我的政见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去逛市场、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进我们的历史街区。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越来越低。台南交通事故死伤在很多年以来都是全国第一、全国最高，我们每年有数千个人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在道路上死亡、在道路上受伤。我们希望通过步行城市的概念，是有效减少我们道路上的交通死伤。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的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民，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选举，请大家一定要投给台湾民众党所推出来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把立法院这样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选我有一个政见主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去逛街、去逛市场。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进我们的历史街区。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观光更加的发展。
嘉明端步行程次可以有效的减少台南交通事故死伤。台南交通事故死伤在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我们希望透过步行程次的发展，让台南交通事故的死伤可以有效的降低。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在台南，我们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这表示我们台南的亲子友善环境越来越脏。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们希望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改善亲子友善的环境。我要争取台南有更多的特色公园，我要争取在台南可以有更多的公用。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各位今天的时段大家好，今天江明忠今天来到我们的街头前，来向大家来宣传，来向大家来介绍自己哦。江明忠哦，今天在这里来向大家宣传他的政见。政见里面呢，因为他是有两个另外的爸爸哦，两个孩子的爸爸，所以呢，他对这亲子的问题，还有在地公园亲子的有的设施哦，的问题，非常听得到，非常改进，来改进。政治心态，啊，佮有改变咱的政治文化，咱的清气的选举，咱无开大钱，咱无白条卡，咱来行一条清气的选举，改变的就从选举开始，改变政治生态，改变政治文化，让我们从政治的选举开始，我们来一场干净的选举，拜托拜托，江明忠，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去哪里？你快点来听哦，让大家来宣传，谢谢。感谢，让我们一起来改变政治文化、政治生态。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哈，谢谢大姐，谢谢啊。各位有心动的听众，江明忠，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台南市议员陈双林哦，中西区、北区、中西区、北区的市议员陈双林，江明忠兄弟，一家来讲，大家来宣传，来向大家来介绍自己。江明忠，咱要开大钱，咱要开足济的钱来参选，咱来行一条清洁的选举，干净的选举，干净的选举，改变政治文化，改变政治生态，就从干净的选举做起。我们明忠，江明忠，你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所以呢，他对孩子的福利、孩子的未来特别的重视。谢谢哈，大哥，感谢，特别的重视，尤其在公园设施方面，他一定要推动有一个安全的亲子游乐公园，亲子的游乐设施。谢谢，感谢哈，江明忠。江明忠，谢谢，感谢哈，江明忠，我们一起来改变政治生态，谢谢，感谢，从干净的选举开始，谢谢，公司大哥，谢谢，感谢，感谢你，大哥大姐，谢谢哈，江明忠，比亚内街头，比亚来宣传自己，来介绍自己，江明忠跟咱讲出来，咱拢是一般的民众，但是嘞，比亚内提出足大勇气来参选台南市议员，参选台南市议员哦，需要拿出。非常大的勇气来面对现在的政治文化、政治生态，我们走一场干净的选举，咱来加一条清洁的选举，咱无开大钱，咱嘛无开无白条卡，来真真正正、正正当当的行来选举，咱用一般民众的角度，咱用在地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所以呢，我咱江民忠一道机会，我咱台湾民众党一道机会，
你来市政府内底，你来台南市议会来监督咱的市议员，来监督咱的市长，来监督咱的市长。谢谢，感谢。咱市长若做了好，咱来甲拍波啊过来；，咱若做了歹的时阵呢，咱来监督，找出最歹的所在伫倒位，真真正正来改变咱的政治形态。谢谢，感谢，下班辛苦了，大家谢谢哈，感谢哈，大哥大姐谢谢哈，辛苦哈，民众张民众哈，谢谢感谢。江民庄哈，谢谢哈，感谢江民庄哈。中西区北区资源参选人江民庄哈，江民庄今天在咱的街头，在咱的街口家来宣传，谢谢感谢。江民庄哈，今天向大家来请安问候，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啊哈，谢谢感谢哈。你好，江民庄哈，下班辛苦了哈，下班辛苦了。江民庄哈，江民庄本人哈，江民庄本人哈，今天在咱的街头。到底啊，谢谢你好哈，谢谢感谢江明忠哈，江明忠，谢谢感谢哈，各位乡亲，各位士大，大家好哈，今日咱的明忠啊，江明忠哈，是咱的街头家，来向大家来宣传，来向大家来介绍家己，咱无足侪钱会当来宣传，咱无足侪钱会当来用足侪枪棒，阿哥谢谢感谢。安哥，那我这多啊勇气来宣传起玩，那我这多啊力量来加一加潮来宣传大家，谢谢，感谢大家哈，谢谢哈，谢谢感谢。咱闽中的嘛是两个另外爸爸，今仔日所以来伊对，来谢谢感谢哈，所以对亲子的问题咧，非常的重视哈，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咱的公园，亲子的公园，亲子公园吼，伊想要来让咱闽南有一个安全，会当去佚佗的公园，啊，搁有咱的造型也是吼，无形。咱会当行伫咱城市内底，来看咱在地有啥物水的所在，啊，搁有咧会当带动咱外口的观光客，比如咱的在地来拼经济。咱敢有想过，即摆找无头路，咱行的时阵，找无头路，谢谢感谢你哦，找无头路是啥物问题？谢谢感谢哈。谢谢感谢哦，是这个问题就是有咱大环境两礼拜，那大环境两礼拜的时阵，咱的家里是找无头路，咱的青年朋友创业嘛失败，所以呢，给咱民众一个机会，带动咱在地的经济，带动咱在地的经济，给咱的少年的身体，啊，搁咱的囡仔有一个好的未来，啊，搁咱的囡仔来公园咧佚佗的时阵，会较安全的佚佗。拜托，江民众，江民众哦，咱们社会来改变，今麦政治心态，政治文化。来几条亲切的关注，谢谢感谢哈，谢谢感谢哈，张明忠哈，谢谢感谢你，下班辛苦了哈，下班辛苦了，谢谢，感谢哈。还有这个样子，养不起来。也是刚好交易比较好。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那么来到这里的还有我们的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一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我们希望将这样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选举可以支持台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那我这一次参选有一个主要的政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更多观光客可以走入到历史街区。步行城市可以让我们的台南经济发展更加蓬勃。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可以有效的降低。台南交通事故的死伤在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我们每年有上千个人是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或者是受伤。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概念可以有效的减少台南交通事故死伤的情况，也可以让我们的台南经济发展更加的蓬勃。
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在台南，我们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我们的亲子环境非常需要改善。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希望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进入到台南市议会，有效的监督市政府，改善我们的亲子环境。我是江明忠，如果有机会走入到台南市议会，我希望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我是江明忠，我如果有机会走进台南市议会，我要争取更多的公幼公托。我们希望改善台南的亲子环境，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带着孩子回到台南。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中西区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我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民，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炳聪。今天我来到这里，希望跟大家争取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的五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把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选我有一个重要的政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感谢，谢谢。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改善我们台南的交通事故指标问题。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带动我们台南的经济发展。希望大家在年底。江明，希望大家在年底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民，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炳聪。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选举，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议以来，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把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与议员选举，我有一个政见的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路的方式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步行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入我们的历史街区。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经济发展更加蓬勃，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有效降低。台南交通事故死伤在多年以来都是全国第一，我们的每年都有上千个家庭因为交通事故的死伤承受冲击。
我们希望推广不行城市的部分，让台南可以有效的避免公事故一再发生。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在旁边的还有我们新丰区议员参选人江国明，还有我们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江品聪。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一定要投给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的立委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把立法院将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来，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明忠，这一次参与议员选举，我的政见主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用走了走到学校；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去逛市场、去逛街；江明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走进我们的历史街区。步行城市可以有效地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步行城市可以让台南的交通事故死伤有效地降低。台南交通事故死伤在多年以来都是全国最高，我们希望透过推行步行城市，让台南交通事故的死伤有效降低。希望大家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谢谢，感谢民众江民众哦，谢谢大家，感谢你哦，这样在我们路口，谢谢，感谢你，那些亲人朋友，谢谢。而且哦，江民众，江民众哦，是嘛本人诶，本人哦，是咱的街头家，来向大家来宣传哦，咱无出些资源，无出些空档，那有足大勇气，足大力量来参选咱台南市议员，谢谢。有滴咱亲人的议题，有滴咱亲人切磋路议题，有滴咱的囡仔，有滴咱囡仔的未来，有滴咱囡仔安全来设公园，谢谢，感谢哈，谢谢。民众江民众江民众哈，那个谢谢你哈，民众江民众本人诶。今嘛伫咱的罗涛家来向大家来宣传，来向大家来说说，咱的政见是啥物，咱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咱的民众诶是两个，恁阿的爸爸说了，伊对这公园、亲子公园、亲子公园诶，非常非常的注重哦，非常的注重，谢谢，感谢哈，民众江民众本人哦，谢谢，感谢。江民众本人来传送咱的台南市议员哦，来注重咱的囡仔未来，来注重咱亲子公园的安全。谢谢，感谢哈，民众江民众哦，谢谢，感谢你，感谢你非常的感谢哈，谢谢哈。大哥你好，江民忠，江民忠本人呢，今嘛来参选咱的台南市议员哦，这道题是足够啊，用起来参选咱的台南市议员，咱们来做伙来改变咱的政治文化，啊，做改变咱的政治心态，这对身体的三顾作弊，咱无太大钱，咱无大票他，咱用咱的力量，咱用咱的勇气，啊，做咱的理想，希望各位乡亲士大，各位朋友，和咱江民忠，江民忠一道机会，和咱的。民众将来市议会来底来监督咱的市政府，来监督我们的市政府。好的，咱就继续；好的，咱拍破啊鼓励。啊，唔过若做了无好，做了歹嘞，予咱民众，予咱江民众来监督，予咱江民众来监督他们。谢谢，感谢哈阿哥，咱的江民众有一个最大进展就是步行城市哦，步行城市，步行城市哦，予咱的囡仔，予咱外来的观光客，拢会将来安全的，是咱的。在地来佚佗，谢谢，感谢，带动咱在地经济，谢谢，感谢哈，谢谢哦吼，谢谢哦，感谢哈，谢谢。哎，阿妈你好哈，民众江民众哦，今嘛本人哦，本人今嘛伫咱个街头遮，来向大家来宣传，来向大家来介绍。
知道来参观，谢谢哈。你好，民众江民众，江民众起源参观人，江民众哦，谢谢，感谢哈、哦。议员参选人，中西区北区议员参选人江民众哈、哦，江民众，你好，谢谢。我们民众知道机会，我们江民众知道改变政治心态机会。感谢，你好，民众江民众啊，谢谢哈、啊。民众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所以他非常注重我们孩子的未来还有安全。他有一个证件，就是说要把我们公园的游乐设施呢做得最好。哎呦，谢谢，感谢。哎呦，当心胸的大伟熊大尾啦吼。谢谢，感谢哈、啊，感谢吼、哦。咱的民众江民众诶，伊个波心声声哦，带动咱在地的公灯哦，在地的公灯啊，做了好的时阵，咱就来拍婆啊，甲支持。啊，若做了歹的时阵，就互咱来个监督一下。谢谢，感谢，开阿门的哈。嘿，谢谢咱上大尾，谢谢，感谢哦，谢谢，感谢吼、哦。谢谢，感谢江民忠本人，江民忠本人哦，江民忠本人呢，今嘛徛伫咱个街头，咱要做侪钱做扛棒，啊，不过咱要做侪力量，做侪力量，做咱民忠一道机会，予咱江民忠一道机会，社会来冲，社会来抢，予咱全民的机会，谢谢大家，谢谢，开下来啊，谢谢，感谢吼、哦，予咱民忠一道机会，必来全力的，来战斗，嗨，你好。拜拜哈，谢谢哈，大哥，谢谢你，谢谢，谢谢哈，点点头，感动在心头，人民更好看，来人民更好看到，感谢你，谢谢，感谢哈，谢谢哦哈，谢谢，感谢哦哈，开慢一点啦哈，谢谢。江民忠本人，大家谢谢哈。江民忠本人，今嘛伫咱的街头，今嘛伫咱的街头遮，来向大家来宣传，来向大家来宣传家己。咱无做侪资源，咱无做侪钱的，咱做做侪成本。啊，毋过咱有做侪力量，啊，毋过咱有做侪力量要来实现咱想要做的代志，有着咱在地的进步，有着咱囡仔未来。谢谢，感谢。大哥，谢谢哈，谢谢，开下班嘞吼。江民忠本人吼，江民忠本人，我咱这回来改变今麦的政治心态，我咱来改变政治文化，就是新区的上古设计。谢谢大哥，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哈，江民忠，江民忠本人吼，谢谢，感谢哈。好了，你好哈，辛苦了，江民忠本人嘞，今麦伫咱街下头，来做咱的扛棒吼，人心扛棒，实体扛棒就徛伫遮，来向大家来宣传，本人的扛棒就徛伫遮，来向大家来宣传家己的理念，来向大家来宣传。江民忠，江民忠嘞，伊是两个恁阿的爸爸，所以嘞，伊对亲子的安全、亲子的未来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吼，所以伊在咧正经其中一个嘞，就是要来喊公园，来恁阿咧佚佗。所在会当安全，来安全的，大家用起来，会当让咱去得较安全。啊，佫有，啊，佫有伊的步行城市哦，步行城市，步行城市，好咱外地来的观光客咧，会当来遮佚佗，会当在地用行，看到咱台南市，啊，佫有咱在地周边所在，带动咱在地的观光，带动咱在地的经济发展，好咱的少年朋友会当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在年底的区议员选举，希望大家支持台湾民众党所推出的参选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创立以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在立法院五位立委的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把立法院优秀的表现带到台南。希望大家在年底的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我是北区中西区议员参选人江民忠。这一次参选，我有一个重要的政见核心，叫做步行城市。江民忠的步行城市，希望让孩
方式，用手链的方式找到学校。乡民中的变形城市，需要让我们的长辈用手链的方式去逛街、去逛市场。乡民中的变形城市，需要让更多的观光客用走的方式走进我们历史街区。复兴城市可以让台南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复兴城市可以让我们的台南交通事故死伤有效的降低。希望大家在年底的议员选举可以支持台湾民众党。